对对，我们在啊，这个是我的频道，这个你现在看就可以看得到。啊，因为刚刚直播太多人断线，你这个我的频道，我是好人。对，你搜寻啊，现在就是一边在直播，然后一边是录影，因为刚刚就断讯。啊，你们是从哪边来看的？我们在神手那。可不可以来这边比较亮？感谢你们大方的愿意让我们采访啊！你刚刚有全程有看到，有看到那个吗？有。哎呀，啊，你觉得好不好看？我这个有补光，我来补一下。很好看。很好看哦。啊，你来台湾几年？我来台湾3年。你三年？等一下，我这个勾住了。我等一下，我把这个拔出来一下。不然这个是补光的啦，补光这样才会比较亮。哎呀。很专业。很专业，对啊。那刷爱心给美女啊！啊，你们来这边生活会不会很不习惯？现在习惯了。习惯了嘛？啊，应该台湾的人都很友善。台湾人很好。很好嘛，哎呀、啊，欢迎你们来了。谢谢，欢迎你们。啊，你有没有什么那个感想要对你们家人讲？你后来跟他贴那个网址出去，你家人就能看得到了。真的用你们的越南话讲可以啊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就网络这个连线的啊！你现在手机都可以看到了、啊，你可以上网嘛？真的啦，我不骗你啦，我就真的是个好人啊！我要这样要反光一下。你搜寻那个白同学生活日常。白同学。对对对。在 YouTube。YouTube 好人都是在那边的、啊。生活，哎，对对对，这个现在就看到了，哎，对对对，真的，我不骗你，真的，因为真的啦，你等一下啊，那个，哎，对对对，啊，你看到，你如果跟你家人报平安，那就看得到了，啊，你把这个网址贴给他，哦，有没有，没有骗你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你讲，我是个好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好人，好，你可以开始讲一些跟你家人问候的话，哎、欸，你们的母语，我偶尔可以顺便学看看。母语，我要讲什么？因为我也是从越南过来的。啊，讲一些报平安的话给你妈妈、给你爸爸他们听啊，跟朋友啊。爸爸妈妈，公阿弟是。哎、欸，真的。生了多。哎，不错哦。哎、欸、啊，还有什么？就是这样。那个，哎，对对对，来，你要问一下，没关系啦，不要跑，真的啦。来，这边比较亮啊。我觉得，哎，这个角度，因为这个我没有前情助理，你们才，对啊，你要拿这个，你看，哦，啊，你们坐计程车来是不是？计程车。你们怎么来？骑摩托车哦。我们自己过来。啊，自己过来开车哦。不会开车，是他带我过来。啊，你骑摩托车是不是？对。哎呀、欸啊，你们那边驾照是来这边就直接换了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哎呀、欸啊，越南的女生都像你们那么漂亮。不会啦。我在路上。我是一般般而已。一般般的哦。不会漂亮。哦，你这样还说一般般的，那么客气啊？没有来过这边，要不要我帮你们当导游，大概带你们走一下，怕遇到坏人。我过来这边很多次了。哦，很多次了。哎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好了，谢谢啦。对啊，啊，你们是在那边你们就认识了，还是过来台湾才认识？过来台湾认识。对啊，就是来同乡的互相照顾啦。对啊。哎呀，我们台湾人的话，如果说台湾帅哥很帅，越南话要怎么讲？公家来拢叻仔，公家来拢叻仔嘛，叻仔嘛，哎呀、啊，好了，那要不要陪你们散步走一下？没关系啦，就OK啊，来哦，赞成散步的时候走。好了，好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祝你们顺利哈，谢谢啊，再见，謝好，拜拜，不要拉去哦，哦哦哦哦。